Oris 新年首发，借新表激励我们别向生活挑战低头。欢迎收看2021年第一期 Kingsleaf Watch Review， 接替上首世代 Oris 全新第三代 Calbrashear 限量腕表后和你详细分享。当你了解了 Calbrashear 这位英雄人物激动人心的故事后，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顿时变得非常渺小。出身贫寒的他17岁便入伍美国海军，在军校中历经歧视后，终于在1954年毕业，成为美国海军潜水与打捞学校首位非裔美国毕业生。正当他以为人生就此一帆风顺时，上天又给了他一次考验。1966年一次打捞任务发生意外，导致他被迫截肢。当所有人都认为他的海军生涯就此结束时，他再次证明自己的不倒翁精神，装上一只克服种种生理和心理挑战，最终披上海军潜水服，成为美国海军史上第一位残疾潜水员。数年后，他更完成梦想，写下首位黑人美国海军潜水长的历史。正是他这份无畏生活挑战的精神，让他至今仍受世人敬仰。他的故事也曾被翻拍成经典电影作品《Man of Honor》。不妨趁这个周末在家观赏，顺便吸收点正能量。除了 Calbrashear 精神加持外，新一代限量腕表本身也是诚意十足。与前两代相同，新表采用品牌经典 Diver 65潜水表款为基础，这次将表径缩小至40毫米，更能凸显青铜表壳所营造出的复古气息。此外，青铜材质在偏深色的渐变蓝色表盘映衬下更养眼吸睛。经时间淬炼氧化后，表壳与表圈均呈现独一无二的斑驳铜锈，也为佩戴者增添养表乐趣。而这款全新限量腕表的另一亮点就特写在表盘上 5 days 字眼以及小秒盘显示。没错，新表搭载的机芯就是去年推出继承表盘佳话的 Calibre 400品牌最新自制机芯。而新表配置的是设有小秒针显示的延伸版机芯 Calibre 401。同样承袭机芯的高抗磁、5天长动力、媲美天文台认证精准度以及10年保固的优势，这么短时间就能再推延伸版机芯， Oris 研发自制机芯的努力绝对值得嘉许。搭配旋入式表冠和底盖的 Calbrashear Calibre 401腕表，备有100米防水性能。虽然实心底盖不能欣赏机芯有点可惜，但底盖上镌刻的也正是 Calbrashear 的精神所在。潜水头盔镌刻图案以及它的经典左右铭 It's not a sin to get knocked down, it's a sin to stay down。 当生活遇到任何困难时，还可反过来激励自己不言弃，这种设计更具意义。最后必须一提的是这条散发浓厚复古军事味的 MN 蓝色尼龙编制表带，出自著名荷兰设计师品牌 Ericas Originals， 并非一般 NATO 表带，而是采用法国海军降落伞物料精致，伸缩弹性更出色，搭配呼应主题的青铜表扣，为腕表整体设计加分。崭新 Oris Calbrashear Calibre 401腕表全球只限量发行2000枚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到 Oris 精品店亲自上手试戴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欢迎留言分享你对这款新表的看法或疑问。我们下期见。